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主持人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使用空间非常大的公寓一楼。这间公寓一楼位在土城区宁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使用空间非常大的公寓一楼。这间公寓一楼位在土城区宁德路。我们这间屋龄有35年多，全幢将近有29坪，但是我们使用的面积超过我们的全幢。我们这个是早期的物件，本身就是有外推的现象。基本上我们还多了一个地下室的使用空间，相当于地下室大约有12坪左右，加上我们的外推的部分，真的是非常的大。如果你们大家对这个物件非常的有兴趣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参观做比较，好的物件真的是一下子就卖出了。目前我们全幢将近29坪，室内的格局是3房2厅1卫，还有多了一个地下室的使用空间。目前报价是1698万，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58万出头。我们门口可以停一台私家车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也非常的划算。像现在到处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要买一个停车位真的是非常的昂贵，而且有很多人真的是买不下手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厨房的位置跟我们后阳台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，这边是我们的厨房。我们厨房的使用空间算是早期外推的部分。如果你们大家对于像这种使用空间这么大的物件非常的有兴趣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。总价目前是1698万，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58万出头，非常的划算。这间屋龄35年多，屋况保持的还算非常的不错，但是因为室内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点老旧，也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做基本的室内更新，住起来才会比较安全，而且也比较放心。我们这个地理位置还算不错，会在土城区宁德路，也就是我们从化区旁边，附近有许多新建案正在盖，而且我们附近的学区也非常的多，有德林科技大学，还有我们许多小学跟国中、高中林立。先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一个房间。我们3个房间都有对外窗，
格局都很方正，采光也非常的漂亮。这边是一个很单纯的住宅区，非常的安静，而且也非常的便利。不管是你们要买小型的生活用品，或者是大型的家具，都非常的方便。我们附近有一个非常大的家乐福大卖场，可以满足你本身日常生活的需要。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，交通也非常的便利。我们这边刚好是位在于土城捷运站跟海山站的中心点，不管是你要去海山站或者是要到土城站，都非常的方便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有的屋况，屋龄35年多，多多少少会有所谓的壁癌或者是渗水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这间的屋况还算不错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基本修缮，就可以马上的入住使用。我们室内的格局非常的漂亮，而且高度也非常的高，不会有所谓的压迫感。因为我们这个是早期的物件，我们室内的高度会比现在的建案还要高一点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压迫感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。第二个房间刚好是属于我们早期的建规划，也就是合适的规划。现场的衣柜保持的还算是非常的不错，如果你们大家并不喜欢这种格局，建议你们大家可以自行修缮，装潢成你们想要的格局。屋况还算不错，如果你们大家对这个物件非常的有兴趣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，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，也建议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也希望我有这个服务的机会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。我们的公共卫浴使用空间非常的大，早期我们的卫浴都是全配的，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浴缸。这个卫浴的使用空间相当于有可以容纳约14个人到15个成年人的这么大的空间，算是一个蛮大的卫浴。这个浴缸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，有很多人喜欢泡泡澡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不管是上课或者是下班回家，泡一个热水澡，全身的舒会减少我们全身的酸痛，非常的舒服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浴室的状况，浴室的屋况还算不错。建议你们大家买中古屋一定要做一些基本的水电更新，还有马桶啊、水洗脸盆啊，还有我们的房间门，建议你们大家把它关掉，看起来会比较干净，而且也会比较舒服一点。
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，这个是我们的主卧室。我们门口可以停一台私家车，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居住，所以邻居都会把车子停在我们门口。当然啦，如果说我们目前有居住，邻居就不会把车子停在我们的门口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格局，非常的方正，而且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。像这种使用空间，如果你们要买新建案，基本上要花上最少要3000万以上。我们一楼的总价本身就是会比楼上的单价还要高，所以如果你们对这种一楼的物件情有独钟，或者是你们家里有老人家不方便爬高，像这种一楼的物件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赶快来现场参观。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，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，赶快来现场参观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屋况，屋况保持的还算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们大家对这种一楼的物件非常的有兴趣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地下室，等一下再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客厅。我们这一户有一个私人的地下室，地下室的使用空间差不多有12平，可以当成多功能室，也可以当成一个比较大的房间。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当做私人的办公室，非常的方便。这边是我们一楼的地下室，也就是我们这一户的使用空间。这个地下室差不多有12平左右，比我们的主卧室还要大。基本上如果说你们有兴趣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。这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当成多功能室，也就是说不管是你要拿来当成储藏室，或者是小朋友的游戏间，或者是私人的办公室，或者是一个小书房，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娱乐需求，像这边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卡拉 OK， 非常的方便使用。这个是我们这一户唯一拥有的地下室，非常的超值。我们全幢不包含这个地下室，但是这个是我们私人的使用空间，所以真的是很超值。如果你们大家对这个物件非常的有兴趣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。目前我们报价是169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58万出头，非常的划算。像这种一楼的物件非常的好规划，尤其是我们楼下的地下室可以规划成我们私人的办公室，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的就是我们一楼的客厅，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，住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客厅非常的宽敞，再来这边就是我们的餐厅的位置。再为你们报告一次我们这边的屋况，而且
这个屋况非常的棒，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。现场的资料是屋龄35年，现场格局3房2厅1卫，多了一个地下室的使用空间，还有我们门口可以停我们的私家车。全幢将近有29平，不包含我们的地下室。目前报价是169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58万出头，真的是非常的划算。如果你们大家对这个物件非常的有兴趣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，因为好的物件真的是一下子就卖出了，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，赶快来现场参观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使用空间非常大的公寓一楼。这间公寓一楼总楼高有5层楼，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是一楼。这个物件屋龄有35年多，全幢将近有29平。目前我们室内的格局是3房2厅1卫。我们多了一个地下室的使用空间，约有12平，还有我们门口可以停一台私家车，非常的棒。再来，我们这个物件本身有外推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使用的空间大于我们的全幢。如果你们大家对这种物件非常的有兴趣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。目前因为屋主换屋，单纯买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。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棒，距离我们德黎科技大学有一段距离，附近也有国小、国中，近学区，而且近我们的商圈。地理位置也非常的棒，近我们的土城捷运站跟我们的海山站，也就是我们两个捷运站的中心点。如果你们大家家里有老人家走路不方便，像这种一楼的物件真的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。
目前报价是169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58万出头，价钱真的非常的划算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来现场参观。如果你们大家本身就是在找物流的物件，这个物件建议你们大家能够纳入参考，非常的超值，因为我们门口可以停一台车，真的非常的划算，尤其是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大于我们的全幢，这个也是一个加分的选项。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让我有机会为你们大家服务。我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，谢谢你们大家。